元旦花莲地区云层太厚，阳光并未露脸，但当地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清晨在七星潭上空执行 F-16 战机迎曙光飞行冲场任务，战机打开灯光，以大雁队形从北向南低空飞过，垂直尾翼上的太阳神涂装代替了元旦曙光美景，备受民众好评。国防部公布战机凌空冲过月牙湾海滩的俯瞰影片，空军强调战机迎曙光除代表空军与全国民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外，也意为空军全天候24小时战备捍卫家园。守护台海领空，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清晨在七星潭上空执行 F-16 战机编队飞行冲场任务。三社国防部提供影片分享，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清晨在七星潭上空执行 F-16 战机编队飞行冲场任务。国防部公布战机凌空冲过月牙湾海滩的俯瞰画面。三社国防部提供影片分享，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清晨在七星潭上空执行 F-16 战机编队飞行冲场任务，战机天未亮就升空待命。三社国防部提供影片分享。